我们来到这个离山塔哈，是做什么呢？做什么？来拍片头啦！你们看到我们穿那么鲜艳的颜色。哎，这是我们应该算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在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哦，那我其实我是第一次跟 Rebecca 还有其他的演员合作，那跟青衣大哥已经合作很多次，合作很多次，所以我们已经很有默契了。对，合作无间。因为我跟你拍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我们这一次的默契怎样？这一次因为戏很多嘛，所以那个默契的培养，如果有下一出啊，就不用看剧本，马上就可以演了。对，很开心，其实很开心。这是我拍八频道，我觉得最轻松、最开心的一部。你觉得你跟我们的默契 OK 吗？是 OK 了 ，OK 对不对？你觉得跟我 OK 吗？我觉得我跟你，因为我跟你的戏哦，其实我很多都是跟他的戏在一起啦。然后我觉得他我们是蛮有默契的，然后我们也会说配合一下，有一些情节需要配合，他也会蛮配合的。我觉得啦，这一部真的工作人员真的很照顾我们，好像我们下雨的时候啊，他们会讲 OK 演员你们先进去，我们慢慢说我们的机器啊这些，不然就是晒太阳的时候赶快拿雨。糟糕了，吕白哥这样讲有余病哎。这个剧组有照顾我们，但其他的人没有照顾我们吗？其实我们都会 plan 说，今天我们可能会早收工，要不要去吃一个饭啊？所以那天我们有吃饭，然后他又不可以来教，他又觉得很 upset， 这样有没有？其实啊，很 sad 不是因为不可以跟你们吃饭，是因为你每次看到照片没有我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没有那个老的，你看这照片看起来多好看。我最伤心的是这个。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就会说，几个人年轻的，快点来。拍照拍照，然后青衣大哥来说，来拍照。然后青衣大哥一来拍照，我们是这样的情绪的，这样。对对对，那个照片出来后，青衣大哥不在，我们是这样的，就没有生气的那个照片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这一组这一个组合真的是很开心，真的。拍完了怎么办？